啊，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复活的主日，复活的时候的我们才要盼望，对吧？所以我就本来我这个题目是翘首以盼，但师母说可能不是很多人明白那个成语，还是改一个比较人家都看得懂的题目，复活的盼望。很多年前呢，在一个试运试当中呢，他们做一个做敲鼓的，对吧？我拼命的在呼喊，都是听不到自己讲。在很多年前呢，他们在试运当中呢，就做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是用来这个心理的实验。他就把两群的老鼠啊，首先呢把一群的老鼠啊，就放在一个水缸当中啊，然后不去理它啊，很快不到一个小时，那个老鼠都淹死了，全都死掉啊。这个比较残酷，这个实验啊。那另外呢，他们在旁边呢有一缸水啊，他们就放一些老鼠进去，然后到他们差不多淹死的时候。这个很残酷的实验，他们把这个老鼠就拿上来让它休息一下，然后再放进去到它差不多要淹死的时候又把它拿上来后来他们发觉了，这些老鼠呢很难把它淹死，因为他这些老鼠他们有一个希望，因为他们知道呢有人在他们差不多死的时候呢把他们救出来。他这个试验呢主要不是这个医疗的实验这个心理学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就让他们知道了当甚至是老鼠，当他们知道有一个盼望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生存下去。人都是一样，当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可能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有些的病人呢他们有选择这个安乐死我们健康的人可能不能够明白但是我要知道，常常当牧师的我们都在医院跟一些临终的病人为他们祷告，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些病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的病不能够医好的时候，他们也都需要希望能够早点离开。所以我也能够明白一些病人的心中想什么。人如果没有盼望，我们就没有一个生存下去的力量疫情开始的时候两年前三月的三个星期，我们回到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第一次的关门没有崇拜。我们在 教会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当中没有一次星期天不开门的无论我们下雪多大都开门的但是那些天我们不能够开门，因为政府不让我们开门，就是两年前的三月份那个时候实在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如何的发展下去所以心中也有一点的，相信每一位心中有一点的彷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个疫情会不会把地上的人全都杀光全都病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的好像起手以盼，不知道翘手以盼，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但是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会慢慢的会过去就是我们能够如何在这个新的 normal 他们说的与这个病毒共存我们现在知道如何的来保护我们又跟着政府的教导，我们如何的能够的保护我们自己。不可能这个战争刚刚开始还没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盼望这个小的国家他的军队比这个苏联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也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我相信开始的时候美国对这个乌克兰也说，那如果你要离开，对那个总统说，如果你要离开，我们安排你安全的离开乌克兰
但是美国都觉得没有盼望、啊、所以就希望能够、早一点的过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啊、他们有一个盼望、啊、他们有一个盼望，我们也有祈祷、这个和平、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啊、我们的经济、啊、也很差、啊、过去两年很差，但是我们记得慢慢的好了、啊、特别如果这石油的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啊、我们加拿大的经济也好了、啊、因为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啊、产油、啊、出产电油的、啊、石油的国家、啊、哀莫大于心喜、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来到从、啊、其他地方，从中国、啊、台湾、啊、香港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的盼望，我们希望生活更好、啊、我很多年前移民来这里的时候、啊、我们也带着一个的期盼，希望能够、啊、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啊、生活、啊、比从前、啊、的生活更好、啊、几十年了，当回啊、回顾的时候要觉得 上帝的带领、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的盼望，复活节、啊、今天在英语堂、啊、他们每一个人就拿、一个这个、水仙花、啊、插在这个十字架，我们放在、教会的门外、啊、如果大家出去离开的时候可以到前面去看、啊、有个十字架上面插满了这个水仙花，水仙花、啊、Daffodil 就代表这个盼望Hope, new life,、啊、新的生命，复兴、啊、所以呢、啊、在复活节的时候呢，人都喜欢买这个水仙花，觉得好像没有呵呵，可能我们都全都用光了，在前面那个十字架，所以你离开的时候可以到、啊、停车场去，我们把它 放在那个 nice street、啊、让我们的邻居都看到、啊、今天是个复活节，水仙花也代表这个盼望。彼得在这里、啊啊、今天我们、啊、看着一个圣经讲到一个复活的盼望，他照着自己极大的怜悯，记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那个是新译本、啊、英语有不同的翻译、啊、另外一个中文的译本呢，译本的就是活活的盼望，永活的盼望、啊、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不单单是一个盼望、啊啊、有一个、啊啊、qualification、啊、不是普通的一个盼望、啊、不是普通的一个期望、啊、这是个 living hope， 一个活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啊、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回来。在使徒行传、啊、第一章、啊 十到十三节、啊、当他耶稣往上升的时候，他们定睛往天的时候、啊、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的旁边，就是门徒的旁边、啊、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位耶稣、啊、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所以耶稣离开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盼望，就你看到他们如何的、啊、耶稣如何的、啊、离开，他也同样的回来，所以你们看得到的这个，他就给门徒们那个的盼望。这个也是彼得他在这里讲、啊、我们有永活的盼望，这个 living hope、啊、不是一个死的、啊啊、从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念个、啊、可能在电视可能在 YouTube 也都看那个、啊啊、话剧舞台剧、啊、叫 Waiting for Godot 等待果陀啊、就在北美的学生我们都应该都会念过这一个、啊、舞台剧的一个剧本，有谁读、啊、念过这本书看过这个没有、okay、年轻人没有，这两本书好像中学有念的对吗、啊啊、这个、啊、你可以在 YouTube 看这个舞台剧、啊、非常的慢的，所以你
啊。如果你看那个韩剧，看完以后看这个，你肯定睡觉哈，啊，很闷哈，啊啊啊，非常难明白的。他有四个人就讲他的等啊，等什么的不知道，就等等这个不多哈，啊等啊，他们在等的时候啊，就啊啊，在 YouTube 也有不同的演绎啊啊，这个作者是那个啊啊，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念的。他就啊不啊，他曾经在1969年啊，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啊，奖那不当然不是这个剧本啊，但这个剧本就讲到这两个人在等待啊等啊，他们就做一些很无聊的啊动作啊，穿鞋脱鞋啊啊，戴帽子把帽子垂下来，然后他讲一些的，好像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的啊，他们说。啊，骆驼今天不来了，但是明天一定回来，所以他即使不等，但是整个的故事呢，啊，整个的啊，这个话剧呢，他没有告诉你他们要等什么，所以你有去猜，所以这些来了这些的故事呢，就你不知道他讲什么的，所以你怎么解释都可以的，啊，做解释才能够得奖吧，太简单的那些太容易的，好吗？啊，谁都知道的，那些。啊，那些的故事就啊，永远不会得这个文学奖的。他就很多人呢，就很多的研究，究竟他想讲什么，所以很多的研究啊，他们就等啊，他主要就是等呀，要两个人就等，他们等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很无聊的啊。他主要这个话剧呢，就讲到啊，人生就好像这一个话剧一样啊，荒谬、混乱。无序、可怕、凄凉、恐怖啊，孤立、幻灭、生死不能、痛苦、绝望啊，很长啊啊，可能你都不喜欢看这些的故事电影啊，但是就讲到这那两个人在等，他们等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骆驼是谁啊。他就做一些很重复的啊，做一些的动作啊，谈话，就表达人生其实好像这个故事一样。你以为你很有这个期盼，很有这个计划，其实当你想一想的时候，有一天你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你得到的都会失去。你不能够带走一样的东西，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个世上的等候就好像这个话剧一样无奈，你不知道你在等什么，等死啊，等毕业，像年轻的时候就等毕业啊，Mark 他等去美国升官发财啊啊，开玩笑啊啊啊，肯定升官了哈啊，有更好的，这个都是好的啊，我们就不断的努力。啊，怕是顾传道他等安利，啊，这都是好的哈。等安利以后要等什么呢？啊，就等另外一些哈，要发展这个大使命教会啊，宣教哈。当一路等的时候，究竟我们在等什么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最后 ultimate 啊，这个 ultimate goal 最后的等的就是等候那个基督耶稣的回来，在天上的。基业啊，这个的盼望啊，这个基业啊，这个 heritage 啊，遗产不能够朽坏、玷污啊，永远长存的，我们的健康、财富啊、名誉啊、地位、权利啊，我们的孩子啊，做父母的，我们把这个盼望都放在孩子啊，我们很努力的工作，把他们。送到来北美啊，可能自己留在国内工作送孩子，所以我们在UBC 有19000，我听说有19000留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全加拿大有500000啊，有500000留学生，全加拿大500000的留学生啊，都是那些国家他们的父母把很努力的送孩子来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嘛。彼得讲的这个盼望，这个基业啊，这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摧残，为你们保留在天上永恒的
盼望。今天我们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够带走任何的一样东西，特别是我们的健康，我们每一天都在衰老。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等这个的盼望，这个基业，这个 heritage、我们父母的，特别中国人很努力的赚钱，然后呢自己不用不花钱，把谁的钱呢留给我们的儿女。但是耶稣他给我们这个产业基业一个 heritage 这比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更加的宝贵。如何才能够得到这一个的基业这个的遗产耶稣他叫着自己巨大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我们需要一个重生。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认识基督耶稣。不然的话，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希望你能够去抓着这个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它有一个条件的，好像你考试这个 UBC 大学SFU 大学有一个要求的要得着这个永远的盼望，有一个条件的prerequisite 重生。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当中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盼望当中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生命。有什么保证呢？我们地上的遗产我们就放在银行中，我们的保证它不会就非打仗了，好像苏联给人家并且不能够拿这些财产但是我们的基业呢是在天上的永恒的是耶稣他用他的生命买回来的。他的保证是什么呢？他的保证是耶稣从死人当中复活。所以复活节今天就提醒我们，我们特别基督徒我们也很容易的忘掉我们的盼望。每天每个星期来教会，每天工作，慢慢的就是如果没有复活节的话，我们有时候也好像其他人一样，每天都在世界上面忙，我们忘了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基业，我们忘了有一个活泼永活的盼望。所以马丁路德说，人只有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今天我们所以今天崇拜，我们就崇拜咯不要想其他东西，不要想往后去拿着饮茶，不要想那个，就在专心的听崇拜今天最重要，明天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没有人知道明天如何。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就是哪一天 the day， 哪一天是哪一天What is the day？ 主耶稣，我们见到主耶稣的哪一天多么大的应许。很多年前，也不是很多年前，在美国他们就有一天早上就发现在这个桥的下面有一个的露宿者那个 homeless people， 无家可归者冷死了，很可怜他也很年轻在美国的国家也叫 Wyoming 那地方这个新闻是十年前刚好十年前2012年十二月，这个 homeless， 但是当人家去来看看他有什么家人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在美国非常著名的那个亲戚不但有钱，很著名的一个名人来的。他其实在他的遗产当中给了他1900万。$19 million， 对，1900万美金但是他们还没找到他已经死掉，冷死了多么可怜
啊，他本来有很多钱的，可以啊，人家还没找到他啊，可能他 homeless 的没有 address， 可能那个钱送给了他，这个不就寄出去拿哈、啊？当他死了以后，才人才找到他哈、啊，多么可怜！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时候也好像一个啊，露宿者啊，无家可归的人可怜。我们有天上的基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忘了去期盼、等待这个的基业。我们让世界上面的啊这个忧愁、世界上面那个烦恼啊、世界上面的很多啊不开心的事情啊，让我们在地上也在这个啊劳苦愁烦的当中，我们活着，虽然我们知道有个盼望，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的盼望都在我们附近，财富、权力、地位、名声，这些都不是耶稣应许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一些不是耶稣啊为我们预备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露宿者一样啊，我们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的当中。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啊，在等候的时候啊，这个 Eugene Peterson 啊，他啊这个翻译的非常之好啊，这个活泼的盼望，他翻译成为 "have everything to live for"。Have everything to live for 啊，叫那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不单在等啊，不是等啊坐在这里，好像那个 waiting for 等那个果陀一样，等不就等耶稣回来，或者等我们去见耶稣。我们要 have everything to live for， 就是在这个等候期盼的时候，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其实需要站起来 to live for this hope 啊，为那个盼望。有意义目的的来活着，在这个期盼的过程当中，从今天到哪一天，哪一天就是见到主耶稣，可能我们还耶稣主耶稣还未回来我们去见他，也可能我们还未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回来见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和哪一天中间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时间，在这个过渡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我们要在这里经历各样的试炼当中，但是这个试炼都是暂时的。今天我们要经历这个瘟疫啊，那个瘟疫，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啊无端端的我们要经历这个瘟疫啊，对教会其实有很大的啊打击，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彼得说，在这个今天和哪一天的时候，我们都有经历很多的试炼。我相信这个瘟疫是一个对基督徒啊，不只有对其他人呢，对基督徒是一个的试炼。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看到谁才是真心的跟随耶稣。在这个试炼当中啊，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啊不同的原因啊，除了因为健康的原因以外啊，慢慢的冷淡了，跟随耶稣冷淡了，无尽也冷淡了。祷告要难当了，这个 pandemic 其实让很多的基督徒能够看书，哪一些啊，只不过是因为每一天过去很多年都是啊一个规律的回到教会，哪一些在这个规律中的规律打破的时候，仍然的去敬拜耶稣，跟随耶稣，仍然在家中祷告。可能不能够回到教会，但是在家中祷告，基督的读经。所以当耶稣从天上看的时候，其实这个瘟疫是给我们一个的试炼。当试炼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金子，经过那个火，更加的宝贵。大家知道我以前是当工程的，其中一个我很拿手的工程就是炼金，你要知道加拿大是一个有很多矿的一个国家我们有石油有矿其中一个我就
做了很多这个金子的矿金矿呢，我们从石头从这个山当中用各样的方法把这个石头拿出来很多大的石头，然后慢慢的石头把它打碎，然后经过很多的不同的提炼，然后都整个过程了很繁复的过程，很繁复的盖一个金矿呢，要很多年，可能就十年研究开发了最后整个过程呢，这个金呢从石头变成沙，然后又放些那个化学的材料进去有很多不同的很复杂的。最后那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的火炉，红炉，很小的，不是很大就是把那些金放进去提炼，黄金的熔度是1000度你就家中那些火呢不到400度所以你放的黄金呢它不会融的所以你就加了你那个有些金的几环你放进去它不会融的所以你不行的话你回家把你老公买给你那个金的几环放进去sell就不会融掉的还是不好，如果融掉你就回来骂牧师你又骂老公又骂牧师你老公会送这些不是1999的黄金的给我融掉因为纯黄金的它有1000度所以最后一个的过程呢就是用这个1000度的红炉把这些黄金提炼到1999所以这里比如说我们信心需要经过一个火好像金子一样经过这个火来提炼才更加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其实耶稣在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提醒我们了，当这个他有回来之前，我们会看到民有攻打民，国家有攻打国家这是他回来的一个的象征。人有彼此的陷害，彼此的杀害，有饥荒、地震、有天灾、有战乱，这些其实都是耶稣已经2000年前告诉预言我们，有宗教受迫害、宗教战争、有迷惑人的、有假的基督，全都是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预言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更加的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要等候那个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耶稣。我们要在这个过渡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活得有圣洁，好像耶稣一样，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不要马马虎虎的来度过每一天。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刚才那个Eugene Peterson的翻译 have everything to live for， 所以这个等候不是坐在哪里来等，而是我们要 active 的来预备，我们来受这个磨练，我们要圣洁，好像耶稣一样圣洁。所以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也跟耶稣说， I try my best to live for you， 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不然的话，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羞愧了，我跟耶稣差这么的远我从来没有详细去来学习耶稣我们不要依靠在地上的朽可以坏的金银财富，我们不要把盼望我们的 hope 放在这些我们不能够带走的金银财宝。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盼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彼得前书1:13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了，基督徒很多时候就停留了在哪里了，
我们的信仰好，实际上叫当耶稣他升天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停在哪里了。我们就纪念复活节，每年纪念一次耶稣复活了，然后我们有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我们的平常的生活。明年呢，我们就还有十二月，我们就纪念他的诞生，然后四月呢，纪念他的升天。但是保罗在提醒我们，嘿，我们还要等候哪一天来？我们不要停在耶稣，我不要停在那个复活节，我们不要停在今天，我们要盼望哪一天。在等候哪一天的时候，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心来盼望。另外一个的中文的翻译抖擞精神不要沉睡，冷静戒备。但是我也很喜欢那个 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其实他这个翻译挺有意思。其实这个希腊文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挽起救济其实希腊文呢，是不是挽起救济，就是把梳起你的袍子来工作。所以 Eugene Peterson 呢，他就按这个字literally 来翻译就挽起救济，意思就是roll up your sleeve， 我们英文叫 roll up your sleeve， roll up your sleeve， 我们好好准备的心就是 roll up your sleeve， 不要单单的被动的来等候，我们要主动的 roll up your sleeve 来盼望耶稣。耶稣给我们这个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要 roll up the sleeve把福音传开，他就回来。我们要 roll up the sleeve， 让我们更像耶稣，我们要更加的圣洁，我们要 roll up 我们的 sleeve 来侍奉，爱神爱人，服侍弟兄姐妹，不要躲在我们这个安全的地带的地方来等候。 roll up your sleeve， put your mind in gear。所以这个等候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候，是一个主动的 active 的等候。我们常常基督徒都很希望，都谈到我们将来在天上这个天堂是如何的好，好像那个启示录讲到的天堂是多么的美丽这个都对，这个对。我们要讲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当然是我们信耶稣要永恒的生命。我们讲到将来要奖赏我们在地上为主工作，大城市讲道讲得不好可能没有奖赏，可能要扣分服侍弟兄姐妹弹琴唱歌教主学带领团契传福音都要奖赏。我们常常的讲到在天堂多么美丽，就是豪宅比温哥华的更好比这个在天上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不再流眼泪多么开心我们在地上很多痛苦的事情，天上没有痛苦的事情没有病毒肯定没有病毒我可以 guarantee 你没有那个COVID 在天上肯定没有其实我也不可以肯定，但是我相信没有多么好的地方。我们常常讲到将来的时候盼望的时候，我们就盼望这个永恒的生命。但是彼得在这里其实他所等候的都不是这些地方奖赏，他等候的是一个人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看不见他却信他，并且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欢喜快乐。对彼得来说，他等候的不是天堂，不是奖赏，不是永生不但是永生，不但是永恒，不但是天堂他所等候的是个人。因为彼得他见了耶稣，彼得在这里说 Too bad 你们没有见过 Too bad 很可惜你们没有见过耶稣，我见过，但是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爱你，你要爱耶稣。当彼得讲彼得前书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深深的盼望
见到他认识的一个人。其实在、所有的主期的早期的第一代、啊、教会的门徒、啊、他们在等候的都不是这个天堂、啊、因为他们都很多人见过耶稣，所以他们这个盼望对他们来说是要见到耶稣基督。所以有人说早期的信徒不是在等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他们在期待一个人的来临。等候火车的到达是一回事，但盼望火车上他们所爱的人的来到却是另一回事。弟兄姐妹看得懂吗？今天我们在等候天堂，等候永生，等候那个没有、不会流眼泪的地方，其实都是对、啊、但是我们就等候见到这位的主耶稣。我们都可能 我等候期望见到我的祖母在天堂、她安息了，我的母亲、几年前安息了， 我希望在天堂见到他们。那其他那些豪宅我都不是太注重、啊、我现在住的房子都很破旧，我都没有、对我说的不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期待天堂见到、你们的亲人、我很期待见到我的祖母，我的母亲耶稣基督。彼得期望见到的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期望期盼的不单单是这个地方，这个事情，这个奖赏，我们在彼期望见到主耶稣基督，好像彼得有，好像我们宣道会、创办人孙逊博士，他期待期盼的就能够见到耶稣基督。 Christ Center 就是宣道会这个教导的中心， Christ Center。 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期盼的不是等候这个事情的发生，好像这句话讲，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深深的盼望等候耶和华爱我们的主的出现。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相信、你这个期待有一个不同，你在等候一个爱你的人，对吧、好像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年轻人还没开始、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不会单单、满足写封信给你、我就很开心，你不会满足有个 text 给你很开心、你不会满足他打个电话，哎呀很好打个电话、但是我怕拖的时候打，我们常常打电话，因为那些没有 email， 没有那些 zoom、但最开心的、今天我们有 zoom、zoom 都不一样、zoom 不一样、我们 不希望当然、我见到 zoom 我就看不到 zoom， 但你看到我、但是我都希望能够看见你们，对吗、能够有一天能够跟你们握手，现在还不能够，不允许教会跟你握手、我跟徐牧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可能那时候没有 Zoom、但是最期盼的能够见到徐牧、我们都希望盼望见到耶稣基督。有一位的弟兄他在国内、从前用另一个 名字来 唱歌，他也在网上也有点的名气、也帮、得到一些的奖、也拿过一些奖、也唱过一些的、电视的、主题曲、他、当他有一点点的名气的时候、他就、多于这个忧郁症的当中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他差不多有、选择这个自杀、但是那天的晚上当他在这个绝望当中的时候，他想起他的信耶稣基督教的母亲，母亲常常跟他讲，当你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就向耶稣基督、求救。于是呢他就打消了这个自杀的念头、他第一天呢就到那个北京的一间教会、也是他第一次到教会，他就举的时候牧师讲的那什么的举都没有听进去，这很正常可是呢当、他们在唱一首诗歌你的恩典够用的诗歌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他回家以后他就、祷告信耶稣、所以当牧师的人需要敲鼓弹着他的时候，人家可能听到忘了、他喊起那里敲鼓、他就取消了这个念头、
他就信了耶稣，然后他就在2014年呢，他就受洗啊，成为一个正式的基督徒，然后他就把他的恩赐啊来做这个诗歌啊，他就写了很多诗歌，我就啊有首我很喜欢的啊，就是今天待会我放给你们听啊，盼望哪一天啊。盼望哪一天与你面对面，盼望哪一天在空中与你相见，盼望哪一天背起十字架勇往直前、啊、盼望哪一天不管泪流多少遍，盼望哪一天赴你羔羊的婚宴，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啊、像你一样的完全。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唯一的期盼，为了哪一天付出一切甘心情愿，盼望哪一天背起十字架勇往直前。今天哪一天当中我们要背起十字架，盼望的不单单是天堂，而是见到主耶稣。我们同来听首诗歌好吗？我将红书把前面的灯关掉啊。
我们同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今天，我们等候哪一天的来到，我们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卷起我们的袖子，我们就更加的努力服侍传福音，圣洁受你的磨练，让我们更加的像你。我们等候，我们活泼的开心的来等候你。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